第二个印象，他们很阳光，然后非常的这个积极向上，而且问了很多的很好的一些问题，说明他们有很好的一些思考。我觉得让我来讲，我觉得很开心，今天看到我们澳门的一些同学们，今天年龄跨度比较大，有小学的同学，有高中的同学，但是他们都很善于去发问，很善于去问问题，而且说明只要能问出问题，其实他们是有思考，就是想过的问题。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看到我们这些澳门同学真的很好，非常好，希望他们越来越好。谢谢。